下面呢，我们来讲《声声慢》这首作品。我把历代词人的作品啊，挑出十首作为十大名作。我是选的这样十首：李后主的《虞美人》，刘远的《雨霖铃》，苏轼的《水调狗头·中秋》，苏轼的《汨罗桥·赤壁怀古》，张孝强的《汨罗桥·过洞庭》，三杜拉的《汨罗桥·等石头城》，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，李清照的《声声慢》，辛弃疾的《青玉案》，杨慎的《临江仙》，滚滚长江东逝水。大家注意了没有？在这十首当中，押韵声韵的竟然达六首之多。我这里凡是加星号的都是押韵声韵的，所以尽管词有押平声韵、押上声韵、押去声韵的，也就是经常是上去也有是同押的，就是押仄声韵的都很多，但是押韵声韵的在名作中占的比例却很高。其实除了这十首之外，还有许多名作也是押韵声韵的，像李白的《忆秦娥》，像王安石的《桂枝香》，像周邦彦的《兰陵王·柳》，像辛弃疾的《后行郎》，陆续提出等等，也都是押韵声韵的，押韵声韵的不少。还有的呢，虽不是通篇押韵声韵，但是中演换押韵声韵的，比如像李白的《蒲扇满》，也都有押韵声韵的，也都有押韵声韵。下面我们看《声声慢》这一首。声声慢。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，凄凄。乍暖还寒时候，最难将息。三杯两盏淡酒，怎敌他晚来风急。雁过也正伤心，却是旧时相识。满地黄花堆积，憔悴死，如今有谁看摘？守着窗儿，独自怎生的黑？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点点滴滴。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地，怎一个愁字了地。好，同学们，这首词啊是押韵声韵的，按普通话读呢全部不押韵了。下面呢，我们把这首词的几个韵脚字我用日声读一遍：觅、切、歇、借、色、借、这、喝。呢，在这里最好读成的，就是了的，不是了的，了的。《声声慢》这首词啊，以它明目如画的语音风格
和丑老猴弦的韵律节奏，营造了一种花不开、处不散的孤独失落的氛围。这是一种凄厉的美，反映词人遭到浩劫之后，在孤苦伶仃的日子里受煎熬的情景。讲离愁，讲孤寂，讲悲秋，这首词最为典型。一片落叶，一声燕叫，一滴秋雨，一盏青灯，李清照都能抵涉沉静，赋予他浓郁的艺术感染力。下面我们看词的上片：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，切切。乍暖还寒时候，最难将歇。三杯两盏淡酒，怎得他晓来风急。燕够也真伤心，却是旧时相识。下面我们先看开头的七句叠字：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，切切。又分为三个层次：寻寻觅觅侧重写动作，冷冷清清侧重写感觉，凄凄惨惨切切侧重写心境。这三句是歇后泪的吞吐，是向苍天的悲愤的讣告，是词人后期凄凉悲惨生活的真实的写照。词人用这14个叠字，把一个无依无靠、流落他乡之人那种无法排遣的愁闷和绝望中的挣扎，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如远如目，如切如属。大家看这三个层次，寻寻觅觅啊，是仿佛如有所失，还想把它找回来。李清照失去什么呢？他失去的太多太多，他失去了自己贵妇人的身份，他失去了美满的家庭，他失去了自己的家乡，现在只好流落到他乡，远离自己的有家归不得。他失去了美满的爱情，丈夫死了，他孤寡一人，他人能够失去的很多东西，在别人看来很不经意的，李清照都没有。李清照没有，现在没有父母，没有丈夫，没有子女，没有亲戚，没有兄弟，没有姐妹，所以非常孤单，自然就突出冷冷清清，事实必然。还有什么人可以跟自己作伴呢？凄凄惨惨切切写心境，自己的心里自然又过渡了一个层次，他跟许多老人孤单寂寞还有所不同，他非常凄凉，所以凄凄惨惨切切，凄惨切，而且呢用押韵声韵，所以这首词啊不仅极好地表现了词章的内容，在音韵上也很有特点，很受历代评论家的赏识。词完重弹啊，就说他这七句叠字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。这句原话是出自于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的。这里运用叠字啊，还有特殊的地方。北京师范大学一个女教授，在30多年前发表在北师大学报上论李清照词的艺术。当时我正在准备报考硕士研究生，读到这种文章很受启发。其中他评论这一首词的时候，评论这七组叠字，就说这个凄这个字啊很特殊，它既能跟前面冷冷清清组成词，可以组成凄冷凄清，也可以跟后面的惨切组成词，可以组成凄惨凄切。女同志的心啊很细，我相信李清照也许写这首词的时候，并没有意识到把凄这个字
用在产妾和人群之间，经营有这种承上启下的这种作用。李清照可能也意识不到。这位啊，北师大的这个教授啊，看得很细腻。所以后来到1980年，我研究生毕业，负责协助唐会长老师编《唐宋词鉴赏词典》的时候，我负责主稿，我就特为把李清照的这首词，请那个北师大的那位教授去写，他是后来呢也写了，写得很好，可惜，我后来没有他的联系方式，到北京这几年也没有跟他联系，不知道这位先生多大年纪了。据学者们认识到，这七组叠字加上后面还要出现的点点滴滴这两组叠字，有大量的运用双声和低韵，像请、起、切都是双声字，它的声母都相同。点点滴滴，它的点和滴也都是双声字，它们的声母也相同。而起、切、滴、灭，它们的韵母又相同，又都是低韵字。这样一首词里面，用这么多的双声低韵，又集中在这里一个几组叠字中，非常突出，音韵效果非常好。所以我们读到寻寻觅觅，人人亲亲，凄凄惨惨切切，给人一种震撼人心的作用。这是一般的词人写不来的。我也是词人，我也写了不少诗词，但是说实话，像这样的驾驭音韵的能力，我们望尘莫及。跟李清照的距离不是一个两个数量级，要向他至少向他十万七千里，向他十万七千里。这七组叠字啊，对后人影响很大。元代的乔孟俯就写过一首《天津赏》。隐隐隐隐寸寸，画画流流正正，丝丝风风韵韵，娇娇嫩嫩，停停荡荡人人。当然这有点搞文字游戏了。清朝有个女词人叫后双庆，也写了一首《凤凰台上一吹箫》送韩熙。寸寸为圆，丝丝缠绕，有无明灭难晓，正断魂魂断，闪闪摇摇，汪汪闪闪水水，人去去，影影迢迢，从今后喧喧楚楚，只是今宵。轻摇问天不应，看小小双情，袅袅无聊，跟寄随谁见，谁通花轿，谁望欢欢喜喜，偷书坟，写写渺渺，谁还管生生死死，默默早早。这里啊有少数地方有译文，我也在括号里注上了。这一首写得很好。后双庆呢，想全是我们江苏傣阳人，嫁到景潭，景潭跟傣阳是邻县，嫁给一个农夫，也就是他是有文化的农夫，写的词啊却极好。小说界对他的词啊也有争议，我把他的词选了好多首，比如我主编的《景元明清词鉴赏词典》里。但是呢，这几年后双庆的词是一个热门，也有人认为后双庆啊这个人客观上并不存在，这是一个有争议的，欢迎同学们关注一下。这是清朝一个很有特色的女词人，如果是伪造的倒有点可惜了。乍暖还寒时候最难讲些，三杯连盏淡酒，怎的他晓来风节，燕狗也真伤心，却是旧时相识。同学们注意到没有，我这里读书当中有一句跟刚才播音员朗诵的不一样，播音员读怎的他晚来风节，我却读成晓来风节。这一点的译文啊
马上讲到这一句的劝讲的时候，哎，我再跟同志们解释，不是王老师读错了，我们是故意这样做的。三杯连盏淡酒，怎的他小来风节，又以酒暖身，借酒浇愁，拿着了淡酒无力，正抵挡上去一阵紧似一阵的疾风，哎，跟后羿消去心中的愁苦，真是哎，酒味淡吗？不是，真的他小来风劲。为什么要改成小来风劲呢？第一是有版本依据的，不是我们觉得李清照写的用的词不妥当，我们把它改一下，哎，我们绝对不能干这种事情，哎，有两种不同的版本。俞平伯先生、唐会长老师都认为应该做小来风劲。为什么呢？这首词的下面还有一个手着船儿独自枕身的鹤这样的句子，如果这里一上来就用晚来风劲的话，那么整个这个诗就是写的黄昏那一刻，词人觉得时光很难排遣，他又看狗眼赏黄花等等，用了许多排遣时光的手段，但是最后仍然觉得守着船儿独自枕身的鹤还很哎难以排遣，这一点就说不通了。因为一上来就是黄昏，还守着船儿独自挺不喝，就有点逻辑上不很合情理。凡是改为小来风劲，我们取另一种版本，取小来风劲的版本，这首词啊就是写的一天的时光，写词人晚年哎、老来的时候哎、孤单寂寞凄苦时光难以排遣的一天的凄苦的生活。早晨哎、饮酒，但是三杯连盏淡酒得不了风劲，后来呢又用赏黄花、看狗眼哎、以及其他的各种手段来排遣时光，但是即使这样还经常哎、这个手着船儿独自枕身的鹤。注意，我觉得这种同学们可以哎、连同比较一下采取哪一种，我还是倾向于用小来风劲哎、我认为俞平伯先生、唐会长先生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，我们课本上就采取这个版本。更何况呢，哎、这里引到一个问题，哎、三杯连盏淡酒，怎的他小来风劲，哪有人一大早就喝酒的呢？正好相反，李清照是早晨起来就喝酒的。你看这一首《泥楼角》，哎，小调庭院，其中就有“闲云始成浮头酒醒”。浮头酒啊，就是早晨起来喝的酒。我们江南一带到现在为止，仍然有妇女早晨喝酒的。这个女子啊，生了孩子，坐月子期间，要买的那种黄酒，像那种绍兴酒之类的米酒，哎，黄酒。打上两只鸡蛋，哎，泡上两个烧饼，女子啊就是走月子了。当然呢，这还是过去哎农村里就是条件较差的情况下，能有一碗黄酒、两个鸡蛋加上两个烧饼就很不错了。当然现在人们条件高，哎，特别是一些哎富贵人家，可能这个还显得太简单。江南妇女走月子啊。还有喝黄酒的这种习惯，所以李清照早晨起来写浮头酒醒，这种很正常，很正常。燕狗也真伤心，却是旧时相识。燕是为人传书的，大燕传书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书蜀吴传。蜀吴却是匈奴被流放到北海去牧羊，后来匈奴跟汉朝和好了，派使者来要蜀吴回去，但是匈奴不肯放他回去，
萎缩呢，苏武死掉了，结果他的部下常辉跟汉朝的使者李希尚告诉他，苏武没有死，正在北海牧羊呢。后来这些使者见到匈奴的单于，就说我们的汉武帝啊，在上林苑打猎的时候，射下一只雁，雁上的脚上有丝绸写的部署，哎，说苏武啊在北海牧羊。这个匈奴啊，这个谎话被揭穿了之后，只好承认苏武死在北海牧羊，同意把他放回去。哎，这就是苏武的故事。苏武后来回国之后啊，并没有太受重用，而在他儿子啊卷到一个案件里面去被杀了，哎，以叛国的罪被杀了。苏武呢，也就只是担任帝说国，又换了几个皇帝之后，才把他的名字放在功臣榜上，也就是像后代的凌云阁似的。燕构也真伤心，却是旧时享受。大燕全书啊，大概只是在文学作品当中存在，现实生活当中未必存在，因为苏武大燕全书的事情本身就是杜撰的。在这里啊，大燕全书是李清照的对于亲友们给他写信的一种寄托。他的一集梅词当中就有云中雪霁锦书来，燕子回时又满西楼，就有这样的说法。要指全书的大雁成为全书的信使，这里抒发的是一种离别之愁。大雁从天上飞过，但是李清照眼里不抱任何希望，因为他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，没有人会自己给自己写信，偏偏这个雁又是曾经享受的雁，就是享受之雁。现在过去啊，他曾经为自己带来亲人的消息，也曾经为自己捎去给亲人的书信，如今一个亲人都没有。词人这句话写得非常的绝望。燕构也真伤心，却是旧时相识。这一句话跟他的武陵春当中的物是人非事事休，也可以互相映照。对词人早年啊曾经写过燕，像一剪梅当中燕子回时又满西楼，鸿雁曾经带给他的不是接到书信的快乐，就是寄走书信的欣慰，如今就是享受的鸿雁只能给他带来极度的绝望和悲哀。词的伤篇啊就在这悲凉中结束。